张爱玲的原著，回头呢送你一本张爱玲的后传，好好读一下。过分了啊，膨胀了啊，讲掉讲掉、啊、好、嗯、这马思纯来自一所我现在觉得我们、这个、伟大的学校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队、啊、怎么了，赢面非常大。那什么意思，让不让秦昊讲了？不用了不用了。其实奶粉钱也攒够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觉得不是在于攒不攒奶粉钱，今年你们觉不觉得看秦昊看得真腻，一点都不隐秘，也不在角落里，是吧？而且我们真的在劝他，你没必要来。上一季他来的是夫妻专场，他和他老婆来的。嗯，上那期的除了他俩都离了。秦昊不信这个邪，非要再试一试，再挑战一下人生。你哈哈什么呀？人挑战吐槽，也许是一种美好的向往。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到时候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，丝毫不隐秘的秦昊。好，如果说连秦昊老师都输给了马思纯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就是你就这个扫把星，运气不好，你就不该跟你组。大家好，我是秦昊。马思纯，这我闺女，我真不想说你，你也太想当主咖了吧？啊，之前让我们自报槽点啊，谁槽点多谁当主咖。人马思纯上来第一句话，我有病。我一听懵了，这赢定了，这赢定了。结果就这样，哎，都没拼过黄奕。人黄奕上来啊，就轻描淡写的说了一说这两年的生活经历，那马思纯听完以后豁然开朗啊，越听越开心，过去问姐姐，你把你那婚姻一段展开的说一说行吗？你再说两句，我病就好了。马思纯拿了影后了，还特苦恼，跟我这说，说哎呀，我现在压力特大，你看我这么年轻就拿了第一个影后了，好多人都盯着我呢，看我什么时候拿第二个影后，怎么办呢？秦昊老师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建议你把第一个退了。马苏都知道，哎呀，喜欢啊，喜欢追星，追得连事业都没了。因为我也追星，追成老婆了，而且事业还在呢，事业还在呢。主要是因为我专一啊，所以你看你马苏，你一会儿追小鲜肉，你一会儿又追什么玄彬，要我说，像你这样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追星，都是耍流氓。结婚。苏芳菁老师呢，曾经说过，说这个隐秘的角落呀、啊，是被大家捧起来的，你知道，在他眼里啊，隐秘的角落也就65分。宋老师您客气了，65分太高了，这部剧啊在豆瓣上最高也没超过9.3分。宋老师一直骂小鲜肉，对啊，但是宋老师您不也是，您总骂流量，您不也是搭着流量的快车才让大家认识您的吗？所以现在市场回归正常了，宋老师没市场了，就来这儿了。嗯，当流量的潮水退去之后，就剩宋老师在裸泳了。要我说，宋老师啊，要实在不行咱就写点作品吧，哪怕抄点也行啊，咱不要求著作等身啊，咱哪怕遮遮下半身。这宋老师呢还提过，说这个我演的那个张东升，说那个主要是角色有魅力，除了秦昊谁演都可以，所以我就特别想看看蛋壳怎么演。蛋壳带着他岳父岳母去爬山，边拍照还边问爸妈，你看我还有 opportunity 吗？他爸妈说又问，如果没有 opportunity 再给点 possibility、一把就把他岳父岳母给推下去了。
drop the parents。 岳父岳母在空中还喊呢，姐是个 trap 呀。你们这情把秦昊逼成什么样了？我起鸡皮疙瘩了，真的起鸡皮疙瘩了，我要哭了。呼兰，我特别喜欢的脱口秀演员，聪明，这个学习好，学霸，数学也学得好，长着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。我上次见到这样的人啊，叫朱朝阳。这种人就是这个我在我张东升这儿太熟悉了，我跟你说手段特别多，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。听说效果今年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呼兰可以啊。哎呀，最后来讲到我们今天的主咖黄奕，最近状态好多了，真的真的，上那个演员请就位，哎，进步很多，状态也特别好，而且非常自信，就是连跟导演都敢翻白眼了。但是咱就别翻了，是吧？咱省点眼睛，反正本来眼光也不太好。然后前一段时间啊，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，碰到黄奕了，在一起玩了几天。然后黄奕回来就说秦昊不怎么爱说话，总在那儿沉默。黄奕，我有权保持沉默，我总不能像你之前的那位，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呈堂证供。所以最后啊，就是过去的事儿咱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吸取教训。好，我在这儿呢，祝你早日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导演，适合自己的戏，和适合自己一个人的生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秦昊。哥哥，快照照我！谢谢秦昊。最后这个有点过分啊，有点凶残。很非常凶残，来吧大家，凶残不凶残的也要投票。最后三秒钟倒计时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锁票。对啊，最后那个梗我很喜欢，非常非常的凶残，直接把人家的人生后路都给断了。我喜欢这样的风格。对呀、太气人了。哎，他怎么突然说起话来了？快他上场了。哎，提醒大家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主咖上场也是要投票的。是的，我们是三个队伍在战斗，所以他的分呢也要计入到他那个队伍的得分里去。对，所以大家听着过程中呢也要投票啊，没有任何特权。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对妇女。好的，这对妇女的在马思纯和秦昊表演之后，他们各自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了多少